那个回复网友的询问啊，那个关于我以前讲过一句大话，说我要来香港开吴歌单演唱会，这句话是真的。然后，对，然后希望以后办表演越来越顺利，然后也希望能够常常不是用宣传活动，而是真的用音乐的方式，让就是跟大家见面。票价，因为我不了解香港的物价了，很便宜吗？所以帮我们不用不用那个头吧，叫怎么讲，不用讨好你们啊，你们也不用讨好我，我们可以只要因为音乐就变成很好的朋友。没有想到会哭成这样的状态啊！你先哭一下好了。那个，其实我一开始就在了，然后我一直在台下跟你一起唱，跟你一起。然后跟你一起哭，然后心中真的因为你觉得很骄傲。做到了没有人可以做到的事情。虽然我还是不那么喜欢烟味。你们都知道明天是他的生日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啊，安普的生日比我的生日还重要，因为毕竟我自己的生日我就生过那么一次而已，但是
我好几次好几次内心快要濒临死亡的时候，都是安普让我活过来的。所以安普明天的这个日期呢，让我活过来好几次，所以我跟你说，我有准备一整包卫生纸。怎么办？你现在呈现那个辛晓琪在领悟 MV 里面的造型。我帮你把黑色的都那个，我知道妆是你自己画的啊。你先不要看，我帮他补妆一下。那个补妆也是需要一点灯光。假睫毛没有掉，不要担心哦。有点玩法啊。不会啊，那个王菲那个烟熏妆还不就这样吗？对啊。谢谢你。奇怪，在台上抽烟喝酒的有画这个眼线。那这边还有一整包哎，而且是 Hello Kitty 的。我本来不太想就是太诙谐以至于破坏这整场气氛，但现在哭成这样，我好像也不能够继续感性下去。这是一场概念演唱会，弄成像一遍闹剧。但闹剧就是完成我们人生圆满的一部分呢。我赶快下台，我要说的是谢谢你们这么照顾张璇，然后安普是我人生中最灿烂最璀璨的部分，然后我全部的爱都属于他。你们永远不会知道他不只是为了这一天，他每一天有过了多么尽力，然后你们都是最有眼光的，然后你是最无可取代，我爱你。